组哈，真的是老。你把香叫，香，等一下。刚才后台你不是穿这样子的，安琪，跟后台也没有穿这样。齐安琪，哇塞！请问你的，我是来到购物台了。三围是。30是 D， 然后24，然后35。OK， 身高？162。体重？47。最不想跟谁一组？我有改一下答案。哦，谁？对，我不想跟张丰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酒量不好，运动应该不行。哦。这个有根据的哦，真的吗？运动员的酒量其实都不错，对，我差点得到四大满贯了。对呀，就差这一罐。哎呦，马上进行配对抽签，抽签不是自己选的哦。董哥抽，抽抽，你用力拉，用力拉，把他拉你身边。董哥，哎呀，哎，真的，我赢了，超赢。OK OK， 坐坐坐坐。这个男的，董哥，董哥加油，董哥，好，加油加油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来，预备。你干嘛拿剪刀要剪绳子啊？哇塞！他们剪幕僚的时候从那剪断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不能同一边。对，要这样子。这样。哎，是的。哇。好吧。安琪，安琪可以啊。他就推上开一点。他像安琪，他像腰后不会六回啊？加加。是要往前亲人家了。回来。真的是，哎，稳了，哎呦，另外一手不能用，他的腰，他等他的腰，我跟你讲，对方一直没有进攻，也算犯规哦，是哦。他要求，来麦克风来，来，你要讲什么？我想看董哥变魔术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变魔术？是这个吗？你从小看我节目长大吗？对，从小看你节目长大的。我会变魔术吗？嗯，会会，我看过，很想看。不是，你刚在后面讲好的是你们两个。我是叫你要求的是。来，这里。他乱蕊呢？乱演呢？我想返回一城嘛，刚输你嘛，那我太太，不是，买 partner， 我 partner 也输你嘛，是变个魔术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下回嘛，这不要，可以，可以，两个真的，一搭一唱，哎，剪刀，哦，真的剪断，哎，对，就这样啊，不是，一条它剪完会变两条。哎呦，真的来了！哎，真的。好，哎，你把它剪掉。我把上面剪掉。对。两一起全部剪掉。喂。声音要近一点啊，近一点，观众看不清楚。来，姐，我是训练他啊。哎，这次不会错。刚刚我故意的。剪错了。好，剪掉这边啊。
两条，好，打结，打结，好，两条，两条绑一起啊，对啊，而且这个很一定很难看嘛，是，一条绳子一个结，总觉得有点疙瘩吧，是，把它并不结，哎呦，然后呢，口袋。董哥这一组真的是，你把香叫，董哥还放双手，耶！在跟我聊天嘛？你要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你们红绿配是非常棒，红配绿，红配绿，口说笔伐的，好耶！第一次开始。 技术好，哎，好，下一位，哇，做口碑的啊。